在开启来国之旅之前呢，我们还有两位兼职生，然后你们看一下，根据这些特征，你们觉得兼职生会是什么？第一个是用美貌打通信息屏障，美貌。第二个是用搞笑赋能工作状态，那估计搞笑这位是比较熟的。哦，看头发都是女生吧？第一那个是男生吧？也不一定，也不一定男生，因为背面嘛，也有短头发的女生也有。哦，也是哦。申哥，你从北京坐飞机过来有没有看到？哎，你在北京的飞机上看到谁了？我看到真的两位都很美貌的。打招呼了吗？没有，因为我也不太熟，不太熟。对，我又不敢完全确定是不是，然后也没打招呼，是不是？后来你下飞机之后拿手机了吗？